买鱼买肉有技巧，看老江湖怎么买。我去买肉，我一定会带这一种保温袋，然后放一点冰块，然后先放进车上。它本来死在摊上这样还没事，你带着它绕了一圈，都晒坏掉。真的，这里都会有一个洞，要闻一下，有一些会有酸酸的味道，那可能比较担心一点。去的时候我就跟老板说，老板我要买清蒸的鱼，他就不敢给你挑那些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33频道。